这里的住户有比较多哦，可是你看这里的建案多层，这里的住宅这么密集，可是其实还有很大部分的人是住在刚才的老城区里面。这边的房价其实很便宜，一户才差不多300万台币左右而已。可是他们一个月这边的人的薪水都不到15000块新台币，都不到15000块新台币。哦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，哦，都是非常大的。